明儿好，给您生一个大孙子哈，您这一看多棒、啊、得了，别当不了、哦、孩子不结婚，阿姨不着急，直言生出孩子也不管看，这是为什么？听听怎么说。那您这几个孩子？就一个。男孩女孩？您这女孩。那也都结婚了？嗯，没有没有，人家外边有房，都有房。哦，跟您分着住了？对。那您女儿多大呀？二十七八吧。那应该也到搞对象的年龄了、嗯、对对，现在就是玩，现在就是我，而且搬到外头去，空气好啊，也痛也痛快。远不远的没关系，他也不进城了，咱也不进来了。大多数外头医院已经都建成了，外头医院。那您要搬到外头去，您孩子要看您就不方便了。那自己坐地铁，现在地铁也方便呀。是啊，遍地都通了。这女儿您不着急，让她赶紧的。我着急，让她玩吧，先玩两年吧。那么着着急套家玩又没用，你又着急这个那个的事儿又来了，先玩吧，玩够了想接了你就接啊，不想接就继续玩，是不是？这大梁对你那么早那结婚又小家把套上了啊，那他也有男朋友了吧？啊，也有男朋友了吧？不知道，不、哦、我不管，不打听。哦，您跟他这不沟通？我不问这事儿。好，那您这心宽啊。哎，爱上哪儿玩上哪儿玩。那您平时跟女儿要这通电话的话，得多长时间通一次啊？那就得也就微信。现在年轻人不愿意跟岁数老年大一点的不愿意说话，这就行了，没事，挂人就挂了。哦，就说两句就。哎，对，不像过去叨叨特别繁琐说，现在就。我这一般打文件有事吗？没事，完了。哦，报个平安。哎，就行了。我一句话都不跟你说。现在年轻人就是开放，没必要说陆陆续续跟原来我们那年代啊太繁了，没有。是，简单明了。对，没事就得了。有事说事，没事就挂了。哎，对，现在人家也忙，上一天班了你啊，人不回家也歇会儿吗？对，是不是这大梁也挺累的？对，现在的工作多忙啊！但是您这个这不是早结婚，明儿好给您生一个大孙子哈，您这一看多棒、啊！得了，别看不了，看、哦、不了，自己看能接您就接，能生的您就自己看着。我现在干没、哦、真的。那要年轻人要自己看孩子的话，那根本就上不了班了呀。那您早送托所，不管他这事，管不了。哎呦我！现在得了吧，就这样吧，挺好。歇我不累死。哦。现在的孩子多难看啊，都不像过去似的，是不是？是，过去俩仨一块儿看嘛。哎，对呀、啊，现在呢，一个孩子都累死你。是，什么都是说这个。吃的、穿的，嗯、啊，玩的、教育什么的，你都得先进，对吧？哎，您这思想挺开明的。不开明行吗？不开行吗？先顾自己了。对，你现在把身体养好了，现在不像原来似的了，玩命的给你看看，现在不是喽。那现在这个不仅孩子思想也进步了，家长的思想也进步了。对，没错，愿意玩，你爱上哪玩上哪玩，趁着年轻赶紧走。哦，到了老了，你这真是走不动了，想走都走不了了。是，趁着年轻，想穿什么好的赶紧买。哎，对。对。真正岁数大了以后再穿什么他也不没有年轻穿的好看了。没错，这倒是。对啊，现在的工作多紧张啊，现在有一个干不了你下台甭干。对，一萝卜一坑。对，你得找别人干，现在台后的干的多了。对，哎，确实是这样。想开点吧，不现在好行吗？不现在好倒麻烦了。